从一个不起眼的铁皮家屋焕然一新，成为具有排湾族传统家屋的风格。台东金伦部落比努里曼工作室透过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我们家起来计划，将原本破旧的建筑精心设计改造，承载具有深刻文化与故事意涵的所在。针对工作室的门面，然后以及品牌做升级，对，因为其实过去我们的品牌或者是空间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可以认识比努里曼，然后我们工作室其实一直在做的是部落故事的走读，那我们其实也是透过采集，然后把地方的故事透过各种方式去让大家可以了解。为了推动部落圆梦的第一桶金，台东县原民处从107年开始推动我们家起来山海部落新美学圆梦计划，陪伴族人守护文化传统，打造友善游程，建构部落文化空间，引领青年回流，形成群聚，并建立永续经营的支持平台。真的是很感动了，因为他们汇集了整个部落的故事还有一些文化，与其说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让过去的故事回到家一样，故事必须要从家开始才有，它才会有温度。这个文化故事转译成这个图像，让我们看得见这个文化，所以他们两个结合真的是无敌哈。那我觉得这个空间真的很有希望。比努里曼工作室常年深耕自己的家乡金伦部落，透过文化彩绘收集部落耆老的口述文化故事，将长辈们的记忆一块一块堆叠成家屋的基底，让部落的故事都能够被听见、被看见并延续下去。原视新闻吴主宇台东太麻里采访报道。